鞠躬，坤道鞠躬，请坐下。掌声午安。这个是为什么我们读经班要办活动的原因。你如果每个
拜都只有读经的话，那如果只是那个读经的话，那当然是非常久，就比较没有效的。通过活动的凝聚，那其实它是读经班的生活的一部分。哦，你就会发现说，大家在我们这个店长，以前爸爸他店长，他也是被人家捧上来的啦，捧上来当店长。那店长呢，就是他讲的要找店小二，那店小二就是我们读经班的这些家长伙伴们这样子。哦，那每个人你要卖什么，你要负责什么，你要做什么，是不是？就专业交给我们的专业经理的店长来要你这样子。哦，哎，就是你跟大家有事做的话，你就会发现说，哎，这个大家处理起来，哎，那个共同的向心力非常非常棒。哦，啊，所以说，哎，大家都说，哎，这办完元宵会了钱才怪呢，我们那个读经班那一年赚了20000多块，哇塞，那也要爽啊，20000多块而已，好开心。对，你会发现说那个成。是有成就感，对不对？哈，有成就感的话，大家商量起来。所以说，那办完的话，当然要做个那个庆功宴嘛。不就话那个元宵会馆还要再加庆功宴这样子。哦。他说那个活动是这样子持续办的，你一直持续办的话就会 OK。那接下来我们每次上课的话都会点名嘛。点名，大家不仅有讲过点名，好像大家觉得说，哎，很多点名哎，舍不得来选名，就点名。我们现在请那个慧玲妈妈，慧玲妈妈再来。那个点名那边其实还是有几个负责在点名的那个妈妈的那个小组啊，他们大家不是每次都他啦，是有一个小组在负责点名的，那他带着这个点名小组在点名，好的，掌声欢迎慧玲妈妈。
个自动时速嘛，啊，就是电脑档案你打开，那就知道了，哎，都不用在那边作业了。啊，所以说那个每次上课的话，大家都会准备点心的，啊，哦，啊，我们的点心，我们的地方都有准备点心，对不对？哦，这是一定要的嘛，哈，哦。那我们的点心是怎么准备？啊，哦，每点心怎么准备？那每个主题班都不一样的方式啊，不一样的方式。那接下来我们请那个丽儿妈妈来帮我们谈一谈那个点心的准备哈，哦，啊，跟大家分享一下哦，怎么样用点心来带动孩子？很热烈掌声，好，欢迎。哦。有请，有请。老师，哎，各位学姐，各位读经班的工作伙伴，大家午安。午安。我们每个读经班应当都有最基本的，应当都有点心啦，是不是？哦。我们一儿生们这边的点心是自己做的，还是买现成的？都有。哦，几乎每个读经班的那个形态呢都不一样。哦，我们现在来讲说我们。因为读经班，因为呢，在读经之前呢，哎，小朋友是来要读经的时候就说：“新妈妈，新妈妈，我们今天要吃什么点心呢？”哦，都很关心这一件事。哦，其实有一些阿妈就说：“不好意思啦，我孙呐，还是我这囝哦，在读经哦，那结果有点担心啦，我做歹势啊，你来讲哈。”啊，所以咱两个讲没有关系，这是正常的。哦，小朋友就是有这种那个动力嘛，所以他才会愿意来。首先呢，我们读经的那个点心呢，刚开始的时候都是由我去准备，啊，然后再由我们读经班的家长来分发。啊，可是呢，在这个制作过程当中呢，那个什么，读经班的妈妈呢，久了之后，他们会说，哎，金妈妈，这一次有没有人要来做点心呢？
妈妈再分配了。说妈妈她真的太用心了，她每次呢，是看到我们做的时候，她今天也是有空，她是因为她是大陆人，她那边做了很多子，然后就说，青妈妈，我下个礼拜帮我做来。